哟，姓叶的，还真敢来！正好演绎出杀狗的好戏，为我爷爷祝寿。你敢打老子是吧？有把那贱人带上来！师爷，这不是牛上天了吗？你老婆还不是乖乖被我抓来？一会儿我先宰你祝寿。等结束之后，我就给老爷子换眼角膜。今天。 真是双喜临门！好一个双喜！今天我就灭你满门！当年你打伤沈大少，如同一个丧家之犬一样逃走。今天你还敢送上门？来人，把他的手脚都给我打断，和他那个小贱种一起送达沈家寝宫。当初沈宇飞弃我妻子，如今有妻我女儿，你们孔家助纣为虐、为虎作伥，都该死！ 今天我就灭了你孔家，随后我会亲自登门踏平沈家一个不留。<笑>就凭你还想要灭我孔家踏平沈家？你脑子坏了吧？今天你老婆我收了，你也在劫难逃，给我打！